好，我要开始录音。这边是他们那个，这边是 COVID-19 的隔离的庇护所，它不是 我不知道这边是 open 的，就是我们本来住在一个类似，对，其实它是类似监狱，可是他们的监狱非常的，其实不太像监狱，就有点像那种一间一间的房间，然后那边算是 close， 就可，但是你不能去外面嘛，也没有草地，所以后来他们，因为现在因为他们那个 COVID-19， 然后就先来这边住五天，然后再继续 asylum， 就是在那庇护的程序。然后我照一下给大家看，这边原本应该是一个 hotel 的小屋，就是那边是大间的。然后荷兰很冷，所以我就把这是天然的冰箱 ，natural ice， 就把它放在这边，这样它就会冰冰的。它房间也没有冰箱，可是他们有暖气，他们这暖气很暖。然后你就转，我不太怕冷，所以我没有转很多。好，下去录，可能要录两段吧，先从房间开始录。贝克回，因为我本来想说等我带贝克，我们再来录那个贝克回的成长日记，可是。现在他不在，就先录一下给大家看。其实这种房间有点像社会住宅房，不对，它这是旅馆，但是我觉得还其实还蛮舒适的啊。只是我的猫现在在猫 hotel， 然后它的那个洗手台是在外面，就刷牙漱口这样。然后厕所这边的热水还不错，比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好。然后我出去照给大家看，这可能要录两段吧。我本来是懒得录，我想要照照片就好。不过后来他们见，就是跟我在来这边的三人，一个女生，一个 Turkey 土耳其的女生，也有叫我录，然后我就录一下给大家看。然后我就跟鸟沟通，他们就说录一下。然后其实这边是饭店，这边应该饭店，这边应该是那种之前应该是小屋啦，只是现在因为那个新冠肺炎，荷兰的窗户都很大。对，然后他们全部都有暖气，因为新冠肺炎，所以就是跟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一样吧，就全部借那个政府先放的。哦，你看有人在那边散步，外面很漂亮，我下去照一下，这可能要录两段，哦，现在 Google 很好，都可以看那个荷兰文便语，这工具解读。我先给大家看。然后这边你看很像农舍，很漂亮，不是很漂亮，就是还蛮舒适。然后我们也会在外面抽烟，大家都知道我会抽烟，有什么烟？然后我查这个。字的意思好像是小屋，用 Google 翻译，这很漂亮啊。等一下下去，这可能要录两段啦。这种农舍，这不是这个没有人啦，这就是我昨天照的那个有壁炉的地方，很炫。然后哦，那边就是那个主旅馆。这边是那个主旅馆，就是很漂亮的旅馆。然后这边应该是在小屋，那边有水哦，很漂亮。我想去玩水，没有啦，我想玩什么水？对面，我现在在庇护隔离，烦死了。其实如果猫在这边，我是还好，因为这边也没住几天，猫不在我会比较紧张。就是我会想我的毛，不然的话是还好。然后这是厨洗，他们其实都有热水。欧洲其实还那个，然后这是餐厅。其实它这边叫 garden room， 就是可以看到花园吧。还有那个最聪明的狗，给大家看一下最聪明的狗，那个边境牧羊犬。你这个哎，对，这不是边境牧羊犬，它只是颜色像边境牧羊犬，脸长不这样。对，他们全部都有暖气。Hello， 然后微波，他们要微波了。
然后他在看电视。对，我提供了我的 Netflix， 所以我昨天才在干掉，而且我就说那，不喜欢骂一下，他伊斯兰很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他如果要看电视就跟我说，他要看啊。而且我是一个很随和的人，像他切的，如果要看的刚好是英文的那个电影，我就跟着看了，我不知道要什么好觉得坐立难安的。然后这边是那个，就是他们的那个主旅馆，很像唐顿庄园哈，很像唐顿庄园，然后这边唐顿庄园的仆人住的地方那种感觉。我们还是要用盘子吃饭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了。可是，毕竟他已经把你带到这边来做隔离，你如果不好好享受，你也浪费他们把你带到这边了。我觉得，不然呢，你还是要苦中不是苦，对，就是，毕竟这边真的是风景漂亮，然后很舒适。你就是吃早餐，你就，而且他也没事做，就是你只能隔离啊，所以他早餐10点才给你，然后。荷兰人，我有看过，荷兰人本来就不是很重吃，所以他们只有一餐热食。那热食是4点的，下午4点的时候拿。然后他们面包倒是无限供应，就是那个黑麦面包，你可以随便你拿。然后奶油饮料是固定的，你就是配着吃这样。我是还好，我不会觉得不舒适。我这个人就是，如果我要很认真煮的时候，可以煮满桌，可是。随便吃我也不会怎么样，我没有，我不怕中邪。然后那边是positive 的人，就是我们这边是 negative 就是我的中文，这边是没有感，没有，这是阴性，然后这边是阳性，就是测出来是阳性的人在那边说要叫我们不要过去。然后我查那个字，那字好像是阳圈还是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其实这边还欧洲嘛，他们又比较北，其实还蛮冷的。然后第一段要录完，我等下再来录第二段，我也不知道第二段要讲什么，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可是风景真的很好。然后这边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靠近那个，靠近那个什么地方，我忘了。来荷兰玩的人都会去某一个地方，就是像童话小镇的地方。我怎么突然忘了那名？因为我跟贝克我也不会想去啊。你看，这是真的那种树，真的落羽松，超漂亮的。好，录影到这边，然后等一下再录第二段，拜拜。